打没？哎呦！哎呦！哦哦Hello， 各位观众，今天来玩一下这个 Gary Mode 啊。这个旁边这个警察是 BJK， 然后绿色这个是阿杰啊。Hello， 我是 BJK， 我是阿杰。阿杰，我们来玩 G Mode， 然后阿杰要当死神。没错，两个人民受死吧。快点上去。然后我们每个人有你们两个人各有五条命，五条命。然后这一关呢，总共有20个关卡，好吧？好，走。有点干嘞、欸，喂，今天是来吧，闪电侠先当先锋。闪电侠那么快，直接冲过去就好了。是这样吗？为什么可以那么快啊？因为他是闪电侠，因为闪电侠吗？这我忘跳的了。哦，你跳过来，我死掉是哪方？为什么我不是过了吗？好 ，OK， 对阿航先扫一下，我扫一下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怎么死的？不要太轻易呢，这个还是要努力的过人生呢。这个看板是有什么陷阱还是什么？应该没有。看起来是有哦。看看这个肥仔的拳头攻击。他放屁！他放屁！他放屁！好痛！好痛！好痛！我剩五滴血了，五滴血。哎，死神也快嗝屁了。啊，你会撩到啊？对，我也会啊，因为我是正常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不行，我不能先过。这怎么看起来像是一个会凸出来的东西？四孔炸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、欸，过来了！哦，他这个跑步很快，所以当……没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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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中！当死神的反应要很快。原来是有气。我不知道这里是陷阱嘞，好像这个是幸运通过了。接下来是水上关卡了，我觉得这里就比较难了。这太难了吧！所以这个你也可以控制的，对？对，我两关哦，这里有两关哦，两块板子应该各有一些这个机关存在。我知道这个可能按下去板子会板子消失之类的。哦，他是这样，他是这样跳过去的，这是他是这样跳过去的。我现在要心理准备，我大概知道那个陷阱是怎么弄的。对，但是呢，过了一关还有一关啊！哎哦，又来了。哎、欸，扣两条了，扣两条了。为什么？扣两条。他怎么挂了？太扯了！哇、哦，来的好突然哦、啊你们现在生命是平等的，对不对？目前都剩三条、欸，剩三条啦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过了就知道是什么了。反正中间那也是安全的，我们就是先跑到中间就好了。有那么真的不注意？趁聊天之间没有被骗的。哦，要过下一关卡了，过下一关卡了。刚才那个是放屁，这是怎样？喷奶。这是挫赛，离他远一点。为一个假装往前走，好，这可以直接走过去了，因为陷阱只能启动一次而已。这就下一关了。哎、欸，直接下去这个哦，哎、欸，你们这样看得到我吗？啊，我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了，这样看不到了，难度变高了。這樣我們就看不到，可是我看前面那个毒品感觉就有点问题。看不到阿姐了，这样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启动。哎、欸、哦、欸、，OK， one, two, three， 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 ，what？ 怎么为什么？我刚倒在后面了，爆了一下，我一直吃毒哎、欸，啊、哦，他可以直接过去，哦，这个就是陷阱，对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这有没有看到墙壁四个洞？骗一下，骗一下，这个如果站在中间这个洞，可能中间那个剑客应该就不会出事。来来，走。没事的，没事，我不会按的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下面还有尖刺哎、欸！这还有尖刺吗？我看对，下面有尖刺。哦，这枪也太久了吧！好了，你可以过来，闪电侠 ，OK 了。我现在剩一条血了。我还有两条。水这边有一关就对了。对，这里还有一关，水这边还有一关。这距离也太长了吧？这根本看不出来哪里有陷阱。慢慢。哎、欸，换闪电侠了，每次都警察在受害。有我在演。Come on。骗那个死者，走到中间啊，走到中间我再按。没事没事，不会是闪电侠直接飞过来哇、哦！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下面那个尖刺的，哦，没看到。哎、欸，他水又浮出来了，啊、水满起来就可以过了，结果又摔死。好，可以过，下一关，再往上。接下来
继续往刚才就是被关在后面那个门，这个九宫格，这上面前面有九个颜色不太一样，那是是钱吗？对啊，那是钱，是钱。哎、欸，所以陷阱是从哪边才会开始？我也其实我搞不太清楚。你后面那个背包感觉可以放点钱。啊，打没？哎呀！哦哦哦！哈哈哈！我所以我的命没了嘛？用喷的啊？好了，那 VJK 你要过来了。好，我的命用完了，我现在唯变死神，现在是全部攻击阿航一个。所以我现在剩两条命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快过关了，快过关了，加油！快过关了，真的假的？是按这个两条绿色的吗？对对对，按绿色的。你应该，他那个两条应该是其中一条是，就是他走哪一条你就按哪一条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应该是。现在是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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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、啊、我去接后面的。你们现在应该是你要在后面下一个等。哦，你们现在应该是在那个，我现在看不到他们，下一个应该在那个橱窗后面看着我。闪电侠该怎么办呢？这该不会是左右两条走一边会出事的那种吧？不跟你讲，哎、欸，没中，哎、欸，没中，没中，怎么？刚刚有什么东西？我觉得玛丽亚有点身高的缺失，看不太到。啊，好好没真的假的？身高会有差？有差，视角感觉有差。哎哎哎，又没中，又没中，我又猜对了。哎、欸欸，我怎么跑出来了？啊？你刚掉到那个红色里面去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要掉进来，你要掉进来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进就下一边，我哦，我现在看到你们两个了，现在他们又落出来，我操，这是怎么死在那边？为什么？那我们这边等阿姐，我们等阿姐。哦有有，噎住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刚不是路易吗？怎么又换马里奥了？啊，我刚本来就马里奥啊。哦，因为你刚看我的时候，可能我没死掉，所以没变身。哦，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都同兄弟的。现在这边就看得到，就比较、这个又是什么啊？这个六个，有没有换高一点的角色、啊？我觉得真的有點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没中，还有吗？还有啊，还有。你没有过去，你没有过去，试着还不会结束。我刚才只按了一颗而已。哇哦，这什么？两颗了，按两颗了，两颗了。现在还有四颗的机会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中、欸、打的吗？对，我是用打的。啊、要用一啊？没有，打的和一都可以。哦，都可以啊、哦。哦。哇，没中。没中，所以他有的按钮是有的。所以这按钮还怎么好像还有，好像还有一个，没有用过就没有，用过就没有了。现在剩三颗，还有三个。对对对，那这不就每一个都有陷阱？哎、欸，应该是没了吧？还有吗？有，还有三颗，还有三颗。到底一直听到有怪声。哇！Okay, 直接爆掉！好，换你启动了。好啊，启动吧。那个红色应该红色的门吧？这是要怎样？这是要打破日门吗？它能开吗？没作用。应该是按一吧？你先按一看看。按一不行哦、欸，开了。哎，我们听起来有哔哔声的炸弹声啊！小心哦。啊，这啊啊！快点快点，它就两边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、啊？我不是，真的，我人不是还在外面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第一次试玩嘛，把它玩完。好，把它玩完。所以这红色门不能走啊！没有，对，你在走。哎、欸，对，好，接下来换你了。所以我现在还要拆这个红色的和绿色的。你应该两个门都把它打开，然后拆一边走过去，你就拆一个。又拆什么？这个炸弹是哪招？他是要去哪吗？我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最近看后面还有哎、欸。身为美国的英雄，没炸到。问你，这是干嘛？这还有，快要过了，那个小屋进去你就赢了。闪电侠加油！哦哟，没压到哦，没压到，我这压到绝对死这个。换、那個、哦，这个星际，等下这个星际大战是，你最爱的星际大战。挥不到，这个挥不到。
我觉得应该是一堆光线出来的。哎呦，哎呦，真的是光线，真的，距离也太短了吧？没了，没了，这样就没了。好，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了，这最后一关，这个看起来就是掉下来的东西哦。嘣！哎，没压到，飞天了，对，一个回转，该不会还可以再启动吗？没了，没了，不行了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你过了，然后就平安的走过去，这样就没了吗？闪电侠，闪电侠赢了。哎，死神可不可以下去啊？他是不是等下来打我们了、啊？应该没有吧？这边有三张图片，我要选哪一个、啊？你要选一张，我们下去好了。哎、欸，我选了一个，我选了一个兔子。那我们可以选别的？哎、欸，不行，那、欸、我们只能选兔子啊，我们就跟着进去吧。不打不打，哇、哦，打输了，打输了，打输了，二打一。所以今天其实应该算死神赢。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巨魔的，我们下次新的节目再见，大家拜拜，三二一 ，fire！ 哇，所以是 BJK 赢了，哎、欸，对我把你们两个炸死，好啦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And now I know my heart is a gold